大家好，今天我们来看中正国小三房。好，现在我们在他的客厅。好，我们先来看他的阳台。好，好，现在我们回到客厅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他的厨房，还有他的饭厅。好，这里是他的厨房。好，我们来看他的后阳台。好，现在我们回到厨房，回到客厅。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他的卫浴间，还有他的卧室。好，现在我们先来看他的共用卫浴间。好，我们回到走道。好，现在来看他的卧室，还有他的次卧。好，这间是他的卧室。好，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他旁边的次卧。好，这间是他的次卧。好，好，现在我们来看他的主卧。好，最后我们来看主卧的卫浴间。好，我们回到主卧的房间。好，现在我们直接回到客厅。